唱响，早起的鸟儿又虫吃，早起鸟儿。有请蒙面唱将人鱼公主。要不要一个比一个瘦呀？解脱
来自于原唱张惠妹。这让我想起以前有部电影叫做《末路狂花》哦。刚才他们两个人唱歌，你就觉得就是两个女生相濡以沫，然后感情很好，开着车聊着天，唱着歌，然后去旅行去的那种感觉啊。刚才听两个人的歌声，知道他们是新生代的歌手，而且耳朵特别的好。刚才的转调的地方一拍就转了上去，而且音非常的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要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厉害厉害，英雄出少年，后生可畏。他没有一个乐队先密声到发直接唱的那个还不容易的。乐队老师为什么不给呢？就是要考你是不是一下能唱准第一个音哈。但是那个鸟老师的声音是我觉得女性最该有的声音，就这声音特别的温暖，解脱，他会发音的时候都是啊，哇，就是我小时候最喜欢那种声音，然后就是啊，就我会觉得哎呀，就是那种感觉被拥抱的声音，我觉得那种声音特别好。人鱼公主上一场的声音是唱美声对不对？对，她的特色还是中音。跟中高音，她不是一个高音的女歌手啊。我们来问一下韩东君老师，听完觉得怎么样啊？我就突然想说，我来的太有遗憾了，就是没有跟女生合唱在舞台上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听完两位老师唱歌，我就好想跟女生合唱。其实现在也有这个机会，你问问他们能不能说跟其中哪位合唱一两句。你特别喜欢哪一首男女对唱的曲目？你最珍贵，你最珍贵，对。哎，台上二位那个少女，你们谁愿意跟我们这位韩东君在这个寒冬里唱这么温暖的歌曲呢？我要一起唱，一起唱吧。哇，就是三个人一块唱啊，太幸福了，真是啊。来呗，那我可以去台上吗？当然，哎呦。Hello。你要不要站中间？哎呀，哎。我跟你讲，你站在中间的时候，其实唱你最珍贵是很难的，但是唱左右为难是很容易的。我们那个 keyboard 老师啊，跟一下啊，三二一。明天这个时间，约在这个地点，记得带着玫瑰。哇。把上领带是上。思念浓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再多的爱怕碎，没人曾爱，在每个人也会憔悴。哇，我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值得我你的那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哦耶，我试着在你爱里沉醉，我不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突然感觉没白来，我真的很紧张。我们两个谁最珍贵呀？小伙，你以为歌瞎唱的吗？白唱的吗？你比我适合他，他是你梦想的爱，你幸福我开心，让你爱他去吧。嘿，谢谢。哎，真的，我这太又激动又紧张，因为以前录过的节目里都很少跟女生有合唱过，然后终于今天不仅是跟女生，还跟两个女生。我的天，然后是不同类型的女生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太幸福了。怎么感觉出不同类型了？因为从二位老师的声音能听出来是不同类型的。你首先形容一下两位老师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？对，好，先从新来的这位开始啊。这位就是可爱甜美型。哦。但是我认为，因为
公主的声音是我觉得很性感的，很有磁性的声音。在那边听声音特别低是吧？平时说话对，有点像某个歌手。我等一下，其实要猜的话，我有问题要问。敢转移话题，到底谁最珍贵？到底谁最珍贵？我得回去了。但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吸引人，而且很能唱。刚刚即兴来，他们立刻能够唱得这么好，实在不容易。哇，行了，圆梦了，太棒了，行嘞。那先跟新同学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聊一下，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？因为我是工作狂，然后我就觉得人是要特别努力才可以有吃的。比如说，我就是每天在工作，你看，有虫哎，对对对，我今天早上吃剩的，然后就留了一点给你，等一下。啊，还会变魔术？你那是个鼻涕还是个什么东西？是食物，是我的早餐。还有啊，没了吧？怎么这么暴力？哎，等会儿。哎呀，好长一条。对，送给你们吃。好，谢谢。可是我想问一下，可爱的鸟儿，你为什么你的翅膀呢？你为什么没有带翅膀？哦，拿去修补了。坏了？因为我飞得太多，我工作太忙了。最厉害的时候，我有4年半没有翻过家。真的吗？那你那么累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就是晕倒也试过，然后我的膝盖跳舞跳到就是走路都很痛，然后我左边耳朵就听不见。就是工作累到。对，就是有一天我录音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我耳机很大声，但其实它并没有，是我左边耳朵有问题。然后之后就我不能进电影院去看电影，不能唱歌，不能开演唱会，不能吹头发，就是有一点点声音他都会听到很大很大声。那您每天都忙哪方面的工作？是拍电影你是还是唱歌什么的？我都有，画画呀，唱歌啊，演戏啊，拍片呀，做导演啊，做模特。那您教教我们有那个定点 pose 都怎么摆？简单的就是哪里都不舒服，那我表演一下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来吧来吧来，咱们开始了啊！一，二，为什么要这么浮夸？三，啊，什么？四，五，太浮夸了，真是啊！真是难为他了。哎，你看脸都不能做表情，光身体这样子已经很厉害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发现他讲了很多很多之后呢，其中他讲了一句。晕倒，我们是说晕倒，对，晕倒的这个发音有点像广东话晚呆，就是鸭子来讲的。而且出场的时候他说口蜜，对，这两个线索，我觉得他是来自香港的 Hong Kong 的哈，你一定要说实话，是或者不是。好吧，我是香港的。哎，太棒了！你普通话讲得这么好，你是怎么学的呢？我是硬学的，就8年前我任何普通话都不会听。8年前你都不会说普通话？嗯，对，然后就上课，叫一个老师跟着我聊一整天，然后我会逼自己每个月都看内地的电视剧，最后就是歌词，对，把歌词用念的方法说出来。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么用功想要把普通话说好呢？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唱歌演戏普通话不好，那就是骗别人的钱吧。所以我觉得得要就是负责任，然后学好我的语言。对，就是负责任，人家是啊。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什么才艺吗？还有吗？因为我喜欢画画吗？今天我就画点比较可爱的给大家看。好，我要大老师吧，素描他的脸。大老师，你怎么这么好看？对，因为他长得很特别，特别的顺溜啊。开始了啊。哎呦，太累了。你找了全场唯一一个不可能安静下来的人。他把大张伟画成樱木花道了。是吧？你要把我那个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画出来啊。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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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。好，行了，画完了吧？
黑衣人，你有打火机吗？能给它烧了吗？这个，你给我画的这不容嬷嬷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会帮你变。他这个不是光画画，他是个魔术，他不是说画成这样，结果就是这样。他不可能这么垮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没有画成这样的？然后那个，这个好，你拿着吧。我拿着呢，我拿着呢。嗯，是这样子的，你一边唱歌，它就会变，是吗？对，来来，那个天是那么火亮，地是那么光，情是那么荡漾，心是那么浪，嗨咿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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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看，其实你是年轻的。哦，音乐让人快乐，让人年轻，真棒，很厉害吧？谢谢我们小鸟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小鸟是一个画画那么好的女歌手，所以她化妆一定很厉害。我给你推荐个神器吧，就是我手上这个水密码水 CC， 可以有一个拥有像你画画一样那么闪耀的妆。哦，哎，其实你说画画很好的那个女歌手，大家都知道有谁啊？啊，周慧敏画的说特别棒，梁咏琪说也特别会画画，是对梁咏琪，反正郑秀文也还行。所以说，光从这个角度上，是不是咱们也不是说特别好？对啊、判断是谁啊？请我们的猜评团直接选择其中的一位，当然是人鱼公主啦。好，小鸟，你可以快乐的飞往下一期节目了。拜拜。好，再见，小鸟。好，小鸟，下次见哦。再见。拜拜。哦，这是我见过最忙的小鸟了。